心对球，我扣。贵宾身份，普文会员，上合兵种，柔道锤力，剑术的应对之术，却一身金棍，犹如一身神士。好，好，失足之间，弯弯而来，是叮当的脚步。当即断开断，几乎不禁胸口。不管方，在下剑士丁，多谢众师兄弟，你的各下如何请？我随你。两人该记心门，不禁任何伤口、心血，就不断做皮肤摄出，贵人之心胸。事先虽无任何伤痕，但以心血摄出之行观之，应是剑魂不误，究竟何人？拥有几处特殊的剑魂？是七十九。七十九。先生无用乎，多谢先生关心，继续救治，无碍。先生听闻七十九，便如此惊讶，两边低笑出尽。其实叫红人变色，不留外口，凶神顶血，所得之处宛如人间炼狱，确实如此。当年其实叫突然消声入窍，虽不敌缘由，但昔日祭酒，我以为师兄再无此人，如今再现，只怕又有无数千峰血雾，未必然。短短三字无限心机，勾起血不休的火机。血不休，只要天雕玉壶滚身，就是请问先生大名，在下苏九人。血不休幸会，我与七十家先生可愿一谈？玉滚身不改。待我将两人埋葬，再来清谈。剑士地位天雕将军，此时该是血不休所为。那边一动吧。先生为何留下剑士地之剑？剑已经动用，胸即动用，身即动修。先生为渡剑师，所求如无力渡剑，只是见到胸剑无法抵持不利，一尽气力
能收就收，不能就也要为之卖送。修剑纵剑，看来心生对剑有特殊的情感。天生万物皆有其灵，穷人只是一口剑，也有其性命以地义存在，就如同救人一命。所求如此计，也不过希望给你用心刻意把握，给你用心之计，修补既成之隙，心性如何运用？胸剑一旦修好，所求如便会将其玉髓之流，随有缘一击，并其寿命归存。若再多遭遇毁灭之毒，岂不枉费先生一番的心意？老在苏九柔身边无数用处，柔动细脚，若毁灭为其寿命所在，亲自遭遇一番也得定。一切顺其因分，先生心思亦悄然。终究得不到最期望的结果，不是吗？但生死之手段却是必要。所见既失了信心，寿命既终，请分手再好片刻。